上世纪七八口，够有人爱，无人爱。你听我讲，你先听我讲完整。准讲你若嫌这伤贵，用这大细的差一撮啦，一包差一撮啦，一包皮讲若三斤，一包差不多两斤半，但是伊大细差一撮啦，计上我哪敢讲差真多？一包我五包啊，这同款无事的，这一包同款十块，你怎么变袂来？我两包啊。我招三个人客，伊这种的吼，顶悬无拍你的，为这为这大地较大地就出来，这种无拍你的，这个我花了就免花，你相信我，你来买两块回来，我加200，我甲你买回来，500一声，第二声来，我招三个人客，等一下来，我招迄一日，等一下啦，安怎？十块。大哥，歹势十地，我开要开哦，你讲哦，我紧免开啦。你相信我十地无够，拢有问题，拢袂使申请。最后一句哦，400500啦，400。来，这边啦，这边。400来。来400，十地无起个呀。来，小明哥，来400。来你甲咱买海产，大哥，佫讲买啥？无食完爱冷冻，爱煎是冷冻的，这是现捞的，这规个软果果，这是现菜，这三包个现捞的菜起来，无冷冻过，佫400哦，说白了无钱，400，佫400哦，最后剩2包，佫400哦，一箱1490，一个400，一个400到嘿，1220，佫400哦，无人来，我先甲收起来吼，你听我讲话，我一遍买，一遍讲，无人来哦。好了两份来，两份一千点的，两份。我先给你先给伊啦，我咧买了算了，你若敢买怪事，你知影？
伊讲两份啦。两份啦吼。哎，两份两份。我讲咧，咱这拢咱台湾可以啦，台湾可以啦。哎，台湾可以的。台湾可以啦。哎，阿伯阿伯一份咯。国民学校的啦，国民学校毕业的啦。较早民国啦，不是前几日国民学校。来一百，来。国民小学哦，国民学校，感谢你。对哦。哎，国民学校毕业的。国民学校。他一年也无毕业来。国民学校哦，你差钱差钱多少？过一百块，过了有无？四百、三百，再过了过一百，噶无人爱一声，第二声，第二声半，拢全无人。我先开始调，来说说，来帮咱走。那我即摆甲你问一下，即拄才咧讲即个用纸的代志，我甲看哦，我先存声，存声了。业务啊，做你收，反对，要反对我，拢上岸调哦。你手把夹夹来，提起把钱哦，我夹夹我是解解无聊，来谢谢，放我一个嘛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真的哦，这个礼拜天哦，有一个东森金融的记者打电话我问讲，啊，这个办单要搁卖无？顶礼拜有一个小姐甲买200块，买一份200，这个叫梁主刘的厝，啊，叫搁伊买回去哦，伊甲廖丽珠住的伊用钱，而且伊拢甲补贴。你找伊来手较细，是阮某手较细，即一粒顶礼拜骨甲比这骨较大粒。哇，比我诶手较大啦！比迄个差不多像内像安尼，即大粒诶，啊伊甲补皮，即只叫龙珠鲤鱼嘴，即只鲤鱼吼，你即只嘴安尼，你注意听我讲，我无吹牛，规只差不多即大只，伊会较骨咧，啥物食好卖？无。啥物食好卖哦？无。哎，有无？无卖。有啦，伫这脚骨地啊！啊，你当用钱的，啊，你当用我讲，我吹起个乌条像安尼吼，盐洗洗，把这个树甲洗掉，切切，要用炒，要用钱的，这用煮钱啊，真找钱好吃。啊，咱来讲钱，我招一个人去买200块。这物也无济啦，久久也卖一遍啦。其他你唔知线顶的朋友有人在看无？有当时啊，想要买你嘛买无，真正有人叫甲留足济的。小卷，今天有澎湖收小卷。即摆叫做龙珠啦，甲你讲，即块肉足脆足好食，你相信我。即安尼一粒较大粒，比当场较大粒，比牛筋骨较大粒。你当然试试，即块吼上简单啦，喙齿甲乌条尔，伊即毋免白皮啦，毋免遐咧变啦。伤济啊啦，即一盘我甲你讲，你莫看即全部足重钱的，即一盘还有3斤重，无我当搁伫咧画咧，我搁画咧，莫搁画，搁画咧无意思啦。我收几条拢中个，我看逐家拢白脑袋，煞死了伊。两百，咸水，来，有些蛮食过啦，真正足好食个，龙珠。200。以前做咸水个，来200。大超大的龙珠，200块，200一声，第二声半，老公，你用钱食看卖，你甲电话卖，足脆个。来。搁200块有无？龙珠，哪有人来？一声。第二声，来说说来，无起来，来点菜，互你点上。来，两来。我甲你讲，请啦。好。只讲叫做海鲜节啦，我开钱无济啦，好。来，后壁我甲倒倒咯，我水我甲倒倒掉，安尼较简单。啊，是啊，几包肉片拢买一出来卖卖掉。来，开始啦，哎呦，你先到三百，你先看下。哈。啊，好大，好大只。一包百斤吼，我甲你讲，我足够好个啊！无你无咧讲惊，我讲即回只过啊，你好平好平，后下咧打打了，我惊死人。即阵啊，无咧拍麻将，你后壁拢会使打无紧，即后壁还要打，拍了就唔使打。你听我讲，我一包百斤是啥物斤？应该真济人来买过啊，即百斤啊卖真大。